有了有了。去见勾旅，要先去解这支线。怎么会喷火枪？3万，4万。時間くっちゃ。啊，好痛！昨天被那些家伙整惨，害怕到晚上都不敢睡。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但好像受伤了。营养饮料，这个还是这个就可以了。拿去吧，喝了这个就可能恢复健康，可以吗？那我就收下了。如果遇上问题，就去拜托叫做赤木的人，他是这边附近照顾街友的人哦。好，那位小哥，能默默给我新鲜的蛋吗？我的蛋啊，鸡蛋吗？目前鸡蛋价格高涨，哇哦！所以我要让手头的蛋孵化，再让那些蛋，再让那些鸡不断的下蛋，嘿嘿嘿，这样我也能成为大富翁。那要是挑鸡在身上没，应该去便利商店应该可以买到。那就是 Don Quixote， 好痛，卫生纸要大出来了，卫生纸要大出来。哦，原来如此，他相当慌张，把卫生纸给他吗？好，要去便利商店买。那鸡蛋要去哪里买？哦，好痛！老兄，你有什么能疗伤的东西吗？他好像受伤了，恢复药，来给你。来，这个怎么样？有了这个，我就能恢复健康了。谢谢。简单啊！好想吃高级烤肉便当哦。好，高级烤肉便当、卫生纸跟鸡蛋，还有什么？最近都只能吃路边的剩饭，偶尔想吃刚买的热腾腾便利商店的便当。便利商店便当啊。多排便当给你，要我要开动了。好，高级烤肉便当，然后卫生纸。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哎，高级烤肉便当这边没卖吗？哦，原来在别的地方才有卖，是不是？鸡蛋。哇，好爽啊！这些支线都好简单啊。15000。卫生纸这个人，哦，卫生纸就5000块哦，好爽。他又有是不是？还有一个支线啊，在哪？外面。诸位聊天室的各位，你们已经多久没有骑脚踏车？那我超久没骑脚踏车了。
自从骑了摩托车之后，真的是完全没骑过脚踏车。我去外县市民宿玩。当天库垃圾臭死了，让我来清干净吧。听我解释。来，不要欺负弱小啊，少啰嗦。怎么会有一个弟弟在旁边跪着、啊？他想，哦，谢谢你救了我。干嘛？糟了，不小心丢到屋顶上，要是拿不回那个，最惨的下场就是死。乳牙怎么会把乳牙丢上去？这是什么牙齿？你想拿回来的东西就是这个吗？没错，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小心把上排的乳牙扔到屋顶上，横齿差点就会贯穿头部往上长。你这是帮了大忙。喂，一个是高级烤肉便当，另外一个是什么？都忘了。这个我还没帮他解脱啊！天气就好，天气好就想喝酒，来给你日本酒。高级烧肉便当要去哪里？高级烤肉便当。哎，嘴好馋，如果有糖果，凤梨糖就好了。啊呢！我对任何事都是干劲缺缺，实在提不起干劲。如果我能喝能量饮料，就能提出干劲了。好，给你。啊，我们这是人间菩萨、欸。对，可以卖东西。A B C 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い。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抗出血。高级金属侧翼。买。道道夫是什么？金珠，收集七颗就能实现愿望。What the fuck？加倍凤凰戒指，牙环攻击力越低，买。这些都是好贵哦。这如果要去，如果要去公关俱乐部的话，就要这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凤梨汤，你可以进去吗？不行。嘿呀！抓到侧翼，没错，网军侧翼。那个打架机，绝对不可以让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我要叫警察了，这种话我的自尊实在让我说不出口。但是希望神能来帮帮我，救命啊！你不应该，你应该不想闹上警局啊？想打架吗 ？A 刀，
是呢，卡丘因，谢谢，多亏有你才得救了。四万，好好棒、啊。要去便利商店买凤梨糖、啊。路上有一堆白痴，来来来，这边这边，这是我的天地。把腰折断！哦，阿鲁巴，竟然是阿鲁巴、欸！电线杆，真棒！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边也没卖凤梨糖。凤梨糖在哪里呢？ありがとう。我们去另外一间便利商店看看啊。嗯，便利商，大阪烧在这边，扁平屋这里。OPPO 招福亭，然后等一下再往前。OK， 好充实哦，玩这个游戏。热心助人。不是这个，是这个，是无聊案内所，完蛋，走错地方了，拍死阿恰卡！啊，我快饿死了，最后一餐一定要是章鱼烧，给你啊！酱料加，好想吃大阪烧、哦。糟糕，今天糖分不够，好想吃甜的，例如鲷鱼烧或是鲷鱼烧。鲷鱼烧在前面的便利商店给我。好想吃章鱼烧，来给你。哎，不会自己去买哦，看这一群人。寿司，好想吃寿司。好，这一群。鸡巴人，好 ，OK， 我去买寿司，凤梨糖寿司，然后鲷鱼烧。均衡营养面，不是，不是这边，优质鸡蛋器。对，等一下一定有人想抽烟。说到大阪就会想到什么？没错，就是石岛太郎。你能拍张他的照片吗？石岛太郎是什么？在上面，大阪烧在上面。哎、欸，好像很冷呢、欸，好冷哦、喔！到底为什么我想吃热腾的东西？去买关东煮。请问他刚刚那个姿势显示不出来吗？叫口三。
大壮，别用那个名字，别用那个名字，别用那个我喜欢的名字。時間食っちまった。关东煮，又多了一个东西要买。关东煮，代表什么？问答游戏的大叔，嘿嘿，你能答对我出的问答游戏吗？不彻底搜索探苍天过的各个角落，就没办法答对我出的谜题哦。好。挑战任务好，那我就先从初级问题了，答不出这一题可是很丢脸的哦。我要出题了，在苍天宫能到大阪烧店，叫做大阪烧什么？平屋吧，平屋。爸爸答错了，干你！扁平屋。英狗答对哦。哦，还是有机会啦，他只是会酸你而已。OK。要去扁平屋买大阪烧。不能直接下去哦，麻烦。糟糕，鳌虾掉进河里了，不赶快抓住会被他逃走的。鳌虾掉进河里，干！鳌虾掉进河里 ，the fuck！ 干，你就让他自由吧。来来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不要，再来十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哪里还有便利商店？凤梨堂，然后，哦，上面，哎，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关东煮，凤梨堂关东煮，对对对对对对。喂，那边呢？我必须买参考书，把钱给我。硬龙的架子，虽然特务玩起来很新鲜，但是没强化好弱。得救了，真谢谢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会取哦。又有。哎，我肩膀被撞碎了，走路不看路吗？不是的，我没有。见好就收吧，烦死了！
谢谢。好。Mega 里面好多螃蟹到了，看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哦，好贵哦。啊，没关系，就吃。うまいな。うまいな。行く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有了凤梨糖，然后高级烤肉便当，买石膏。这边应该这样应该就够了。这是诈骗吧？根本不可能夹起来！我要告这间店，谁来用华丽的技巧夹起奖品，帮我抱走。好，我让你瞧瞧什么叫做夹娃娃达人。啊，这猪好可爱啊！嗯。どうだ？どうだ？どうだ？あ、ガニ。行きます。ストップ。どこ狙いを決め、こんなところで止めちゃって。Off， 好，到了，好了，应该比较好加一点点。行きます。有困难，上小。Stop， どこを狙うかね。こんなところで止めちゃって。どうだ？OK， 500块到手。这只是什么？扑美，那叫扑美。また来てね。又是文文。这间店根本是诈骗！哎，我有拿到了。
你看我成功了，哎、欸，真的，多抱歉嘛，都怪你，我冷静下来了。哎，500块赚到20000，好爽。糊涂了。不管玩几次都夹不到，好想把小猫琪琪的布偶夹回家哦。小猫琪琪在哪里？这里面有小猫琪琪啊？问号。这里才有小猫琪琪。妹妹，你哪个眼睛有看到小猫琪琪？给他干安安。不会吧？我是要把奖品夹完，然后让他换吗？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跟店员讲就可以交换？我想要换啊、哦！哦，这样子哦，该来剧透了。哎，不行！哎，这个好可爱哦，这什么？哎，超赞的，喜欢。呀。有这么高追？好诶、欸、好赞哦、喔、这好可爱哦、喔。青青章鱼布哦、喔。你要跟我说谁是我我知道。Dio! 干打不到。再次再次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 どうします？是卡兹你说那个停止思考的那位吗？自動で動きます。嘿嘿嘿，阿威，我的，这应该就是普通的章鱼，不是章鱼烧、啊、那个气噗噗章鱼是什么？最强生物。哦，它只是青青章鱼布偶，但是没有括号了。OK。行きます。Stop。どこ狙いつけ。因为章鱼烧的好可爱，强到变成最强矿物。哎呦，这个好哎、欸，这个头巾谢喽。啊，干你！这个是夹不到了。啊，这次是夹不到了。拜托，让我勾出来一下，勾出来一点点就好了。我好想要这个气噗噗哦。你们觉得我们现实一点，然后直接往后夹，还是把这个夹出来？我们要志气吗？还是？然后我尝试这个。拜托，气噗噗的我要！哦耶！但我觉得我去玩家啊，今天输到脱裤子，妈的！哎，怎么这么好玩？哎，这个夹子好有力哦！宝夹6000，三 B 安安，哎，对，你现在也是开心的 Happy Happy 一员。这6000是日币6000吗？所以折合台币差不多1500保夹的，是吗？哦，是吧？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狙いました。让去日本夹到安妮呀，总共花日币2200，哦，好贵哦。
次はどこ移動します？看多大只，换算是，我觉得400是蛮贵的，一个布娃娃。如果是模型的话，那就血赚。哦，不是娃娃，是模型，是不是？那就赚啊，赚烂啊！哦，你们好厉害哦！我要把那个加起来，可恶。啊，那个女生要小猫琪琪，我还没有刷到我要的那个小猫琪琪那个奖。那老师，我不太喜欢间谍加加酒里面的安妮耶，我不知道，以前很喜欢，我以前就是他还没出动画前我就看漫画，我就觉得哦，这还蛮不错的。可是开始红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有种天生那种很贱的那种反骨的意思，你知道吗？就说好吧，他现在很红，然后我就不看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们会有这种情节吗？以前可能什么东西不红啊，然后你有在看，然后等到它红的时候，你就想说，好吧，我不看了。哎，对对对对对，被推的红了就去一看《炼巨人》哦，所以你以前有看《炼巨人》？可是《炼巨人》我刚好没，我还好没。就假如说，我以前，我不是我以前，就我很喜欢。烙印勇士好了，但烙印勇士毕竟是那种作品，就是比较黑暗的那种作品。假如说这么黑暗的作品都被大家接受跟喜欢，我可能也不会变得这么喜欢烙印勇士。哇，我会这样，你也是哦，庆君也是。我有推你看《炼巨人》，但是我觉得《炼巨人》很红，我觉得他会红蛮奇怪的，因为。毕竟炼巨人很电波，那我说，炼巨人怎么会红？好奇妙。哎，不，我这个夹不起来了。哦，你相反，你推的红了，你开心，真假？阿盖是这种个性，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正常。哦，你然后已经红了，你不看？那我跟你相反，已经红了我会看。但是就是看了就会失望哎、欸、这个好想要，我能不能请店家帮我调位置老板救救我，那我觉得我这个可以玩一整天，好好玩。哦哟，我花了1500块日币，我是盘子，对吧？庆君应该是在当薪水小偷。这就奇妙了，为什么夹不起来？还是我要用就是夹子把它一直往左边移动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夹起来。这样子哦，卡米诺特5000元，对啦，应该是要一直把它往左移移到就是中间正中央那个位置之后，我再把它一次夹起来。好怪哦，这个的碰撞我有点疑惑。对，也可以把它往右靠出来，对不对？我脑袋在想什么？我是智障。好，我觉得这样这边应该可以了，这边应该可以了，我可以直接把它正中红心把它夹起来。再投币一次，2000日币了哦，各位。感觉在日本就是盘子，我要死了。林德，你出去再进来会重置吗？应该不会。你要去跟店员讲，他才会就是帮你重置。我是说游戏里面哦，现实应该也一样。把敲出来。阿盖的教法，阿盖敲敲乐，听起来怪怪的。
選んでください。どこを狙うか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你看到了，还有 VR 快打我。老罗说：“我不会打。”移动で動きます。差一点点，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就可以了。我好想要那个奖品。哎，有了！开心，开心，超级开心。这是什么？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是什么？神似金，神似金。我还有两次机会，我放弃好了。送他，可以帮我换奖品了吗？我要换奖品。这是 Super Monkey Ball 吗？你们知道 Super Monkey Ball 吗？我以前蛮喜欢玩这个的。三只都要。哦，四只都要，四只都要。干，有点偏。我是节奏天国啊，节奏天国我也很喜欢。那这个是叫 Super Monkey Ball， 好赞哦！竟然有 Super Monkey Ball， 右边那只好可爱哦，我一定要抓。哎哎。一样的击败猴子，说那个拍那个灵魂的，那个吗？戴安安，加起来，可恶！看我玩这个真的可以玩整天了，怎么办？好好玩啊，怎么这样？哦哦哦哦哦哦！给我，好耶！日本的夹子好有力哦，好棒哦！咪咪，最刚那是矮矮，这个叫咪咪。星星，大星星。给我，把一直往右边敲，把它敲出来。或是夹头，它就出来了。Oh my god， 不行！那就可以玩 Super Monkey Ball Banana Money。我是玩 NDS 的，跟 Wii 的，我记得没错的话。NDS 上面有吗？好像是玩 Wii 的。不！我的星星，看这只星星，我要什么多久之后才遇到它？可恶，我失败了。我们家后面那只人造人电子机器人，给我啊！谢谢，宝宝猴。啊！我这样我们要重置奖品了。好喂，这只是什么？啊，1000日币夹到三只，还行，赚。它叫 baby。你们觉得企鹅想夹吗？你们想夹企鹅吗？觉得企鹅还好，没有，觉得不太好看。这个店员就觉得干 OK 是不是？干爷。也太傲了吧！妈的，他一直叫我换奖品，他都没夹完。喜欢，我夹这个部长。机器部长。fuck！どうだ？
哎，碎啦！我就是期待这个。感觉写这个夹娃娃机的应用程式蛮难，要在游戏里面重现那个物理，是不是蛮难？是我们的机器人卡丘。Oh no！ 我只是把它扶正了 ，Oh my god！ 会不会浪费钱吧？啊，你有点太后面了，看。那后面也好，可以把它往前挤。往前挤了，往前挤，往前推了，往前推了。我们把它往左下角靠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左下角靠过去。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呀、yeah, ，我浪费钱了，又一个500。哎，完了！我刚刚遥感鬼剑，完蛋！我按 A 没反应，然后他突然按 A， 突然飘掉。阿小 ，A 该不会坏了吧？还是我们不要执着那个啊，有时候要换一个目标。来夹他手手，他手手是一个缝。哎，可以，可以啊，才怪！夹安。拜托，让我把这个夹起来。起来，起来。有吗？干，我们又浪费了500。我在这一台已经浪费了将近快2000日币了。不然我就夹到妈了。我、哦、干，都倒下来了！不，他们一起倒下来了。那搞不好可以啊。不好夹哎、欸，这个是什么、啊？这是部长吗？刚刚我们夹到是课长，那这个是部长，有点重，重心太重。那我一定是盘子。哦哟。你觉得要见好就收吗？还是坚持到底？我是赌徒啊！哎，这一条支线是什么？没有支线啊，就纯粹我想玩的。他有一个就是赤木的那个行动网的那个任务的，就是帮助这边的居民干嘛干嘛干嘛。啊，刚好旁边一个女孩，她想要就是一只猫咪的玩偶，然后我一直在重置奖品，就重置不到那只猫咪的布偶那个任务，重置不到奖品啊，重置不到那个猫咪的奖品，所以我觉得很干。
哎，夹娃娃机。一个在偷懒的，没错。哎、欸，什么？这到底什么？什么？干，好难哦！我是智障吗？把它靠下来，快点，快点！哎、欸，这样就有。干，差一点点。我逐渐理解一切。干，哦哟！好难哦，哪有鬼剑？到底我的摇杆一直鬼剑，哥，好痛苦哦！怎么这样？拜托了，拜托了，往前杠一下。哎呦呦，可以，拜托。横に移動だよ。干，我就问，如果是这种夹娃娃机，你们还会继续夹？哎呦。到底什么夹娃娃机啊？好扯哦！这个奖品是不是被诅咒？哎、欸，有吗？拜托，不要再晃了！机器人部长，妈的，垃圾玩具！我要去倒水，很超怒。回来了，幸好我在吃中餐的时候有出去买手摇椅，看，不然无法克制我的愤怒啊！哎，怎么都没有，怎么都没有猫猫？这是超级稀有，是不是？哎，又可以挑战星星哎！来来来来来来来。狙うかが移動し
进发入魂，好诶。那叫公公。他是要什么奖品的话？小猫琪琪 ，OK。来，再换，我要换小猫琪琪的奖品，拜托给我。我小狗。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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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干怎么办？我有点想不想让给他这个奖品怎么办？这每一只都好可爱哦。那哪一只是小猫琪琪？你们觉得哪一只是哪一只颜色比较像小猫琪琪？为什么我觉得这只蓝色有点像小猫玲玲？红脸是不是？哎、欸，啊有了有了有了，谢谢。全部都叫小猫琪琪啦。他妈全都有，我全都有。反正不可能有比机器人部长还难的夹娃娃机。啊哭！完了。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どこを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这只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妖怪手表里面吉巴娘的那个配色。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他站起来了，小猫琪琪站起来了。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よろ。机器。はい。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有了啦，有了，有了嘛！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有了。次は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琪琪，不要，不要这样对我。那我说我要解支线，然后跟打那个竞技场，然后就我竟然在这边夹娃娃机，真的是很屌。琪琪，尾巴勃起来了。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どう移動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
这只猫，这只毛色真的超可爱。他又站起来了，琪琪，你站起来了。就这边应该是这样子。把他推过来，这样。Oh no！它下面还有一个小肉球，好可爱哦！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どこを狙う？どう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自動で動きます。对，搬不起来，可恶。有了吧，琪琪，你的尾巴。よく狙ってください。次はどうします？うまく狙えましたか？没过我猫房，少啰嗦。琪琪啊耶！好喂，这只猫毛色超可爱的。啊，靠过来。啊，一点点距离也没关系，慢慢靠，慢慢靠。我他妈钱很多，我把这个虎斑靠下来。再来，再来，再来。哦哦，虎斑爱我！原来我的命中注定的猫是虎斑，可爱！我以后要养一只虎斑猫。啊，剩冰室猫了。这只应该是玳瑁啊，这只应该是玳瑁。不知道玳瑁猫喜不喜欢我？哎，玳瑁爱我，玳瑁爱我哎、欸、哎、欸，这些都一发入魂哎、欸，前面的猫都讨厌我哎、欸。这是玳瑁吧？哦，是三花。OK， 那以后养三花跟虎斑呢？太棒了！把最不喜欢我的送给你。这个最不喜欢我，送你。干，我为了解这个支线，在那边混了好久哦。干，我真的跟智障一样哎。然后我都忘记是我们很像是要买大阪烧，对不对？加布偶是不是？那、啊、我都好想要、哦，怎么办？啊，给你神士金。哎 ，V 啊，少啰嗦，不要。我之后再打。すき焼き。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给你炒花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き焼き。お嬢ソースレモンチャンロキ。刚才那台不是我的车吧？出了什么事啊？没什么，刚才看了一台黑头车，跟我最近才交的爱车长得非常像。没来车长大，从小一般的车子很稀有嘛。我的爱车并不稀有，但是我用拼命存了10年的钱买的车，就有点神经质哎、欸。哦，原来是那台车是你的宝贝。你的车停在哪里？招福厅南边略大的停车场。虽然想要立刻去前去确认，但我等等在这边有事要处理。哦，拍一张照是不是 ？OK。我们去药妆店看还能买什么药来吃。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如果这边是日本桥，大阪桥还是日本桥？那边还是新斋桥？这边就会说，里面的店员会说中文，里面的店员会说中文的。新斋桥，对对对，药妆店的外面的那个重复广播的那个会讲这些。Forshine 知道吗？毕竟那间店很有，但倒是我住在国外的朋友想知道 Forshine 的现况，你能帮忙拍那间店的招牌的照片吗 ？Forshine 在哪里啊？Still again, still again, oh baby, I need your love. Heartbreak, peace 悠悠，你说这首歌是不是？怎么知道我在唱 P 四的歌？刚才看到街头大阪哦，那、no, 我想吃大阪烧，我买了超多给你。好、哦，你有打，我知道你有打。你哈没有，花拳绣腿。这时候就是跟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台词一样。巴斯，你在飞耶？那不，蝴蝶，这不是飞，这是花拳绣腿。是现在哪里？啊，找不到。伊克扎，死ね！啊，你死哈啦！扛棒，扛棒。我最近真的好想去唱歌，好想唱歌，真的好想唱歌哦。这边没错啊，奇怪嘞。是我理解有错误，那边不能去啊，这个桥这边是不能去的。我要怎么解这支线？这里？哦，这里。哦，卫生纸。OK。又是卫生纸。塔达，死你！喜马木拉。跟卡哇达，挂，喜马木拉乌兹基，頑張ります。金铁，妈的，金铁有没有被交通三角锥撞烂点过啊？早啰嗦！哎，我的脚踏车都不见了。再拿一个，吉川叫怎么念来？欧伊卡瓦是不是？我记得。那个排球上里面有一个角色也叫吉川。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I'm bitter and mine.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我是游戏卡哇，对不对 ？Another word. Oh, my.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Another word. Baby, kiss me.汤圆，请问是那个塞尤拉拉拜拜 ，Thank you day day 那个汤圆吗？我怎么在唱 ED？ 应该唱那个 Magino，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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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你都拿掉啊干啊干啊在沉你的灯不是哭猪猪鸡都跑啊时间不足这厕所在哪里？在这里。哦哟，烦欸，不要一直出现啦，你们都不给我钱，然后一直出现。哎呀！有了，有钱了，有钱了。耶，一万五。Break down, break down。那101万啊、哦，那花钱如流水哦。下面继续 ，Wild Jackson 这边有一个字。A 万有了，我花精力，皇家精力，哎，对，皇家精力好久没看到，极限能量。よし、開いた。よし。こいつは。こいつ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せっせいや。抱きしめた心のコスモ。つく燃やせ石を起こせ。いただきます。気に入った。ウーロン茶。よし、行くか。傷ついた。ありがとう。ママじゃいないと。リアだ、はるかに。あかん、他要关东煮、我忘记。ペガサスファンタジー、そうさ。夢だけは、あれを追う、心のさ、パーパー。かん。先生へ、お願いは、先生へ、石岛の勇者。石岛太郎在哪里啊？这个人是什么？啊，寿司。干，寿司要去哪里买啊？嗯，寿司，寿司。你去。你解冻那个招牌写什么？哪一个招牌？这个吗 ？LG West Rose Hill Z Style。Cafe and Bar Salvage。夜龙饭店，这个感觉很好吃。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支线。哎，不，他得抓龙，抓龙什么？在看哪一个招牌？哪里有抓龙？掉落了食物，给你鲑鱼饭团。
帮他，帮他。被我找到了，在这里遇到你，就是你的末日，我要报仇血恨。你是？金银城常会提出无理要求，我则尽可能为了保护部下而挡下来，可惜无法尽善尽美，无法保护的部下还是回头过来恨我，所以接下来也只能乖乖被他们揍啊！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人会来帮保护我吧？喂喂喂，你是什么危险的发言？你是谁啊？敢阻挠的话，我绝对不饶你哦！赶紧上班族，因为你们多强。哎，等等，我找到专武。都是那那卡瓦诺，十年。竟然是深幽自己的姓氏黑田，有西莫托，死你！看我喜欢这个姓氏三浦米乌拉是不是？我也会。谢谢，不过这个男人并不是坏人，剩下请交给我解决。责任在我 ，OK。Kiss Shot 这个是那个吧，射飞镖的那个支线。这个停车场的这把黑头车是不是？我怎么照相啊？有没有什么快件什么？真打中有赏，打个招呼。城堡的博弈台 ，OK。我怎么照相？我看一下。使用相机上，有了。嗯，没加没加。随地小便的，给我滚远点！好过分！我是说随地小便很过分。糟了，我现在的签名球卡在电线杆上面了。有 ，I'm Spider-Man。差点说，你的车在哪里呀？在我的心里。我们去这个公园，我应该有一些任务可以交了。他现在抢支线，没有没有，是我想解支线，我想把支线都先解掉，就是像赤木啊这种可以农钱的支线，可以拿钱的支线都先解完，然后我在主线的时候我就可以强化我一堆能力，然后变超强的。所以我现在在为了让我变强，所以在农这些东西。I'm saying， 要关东主对不对？翻了一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哦，综合寿司有，可以买十个。综合关东煮买十个。OK 了吧？都买满，那就不用在那边每次都来跑来跑去了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石岛太郎到底在哪里？石岛太郎。他是要凤梨糖，对不对？来，给你。北海道红豆冰棒，什么啦？北海道红豆冰棒，谁知道要去哪里买啦？哦哟，北海道红豆冰棒，再去这个便利商店看一下哦，再去看一下，什么啦？哎，还想吃北海道红豆冰棒，我也好想吃哦。但老实说，我觉得昂岛冰。没有到很喜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干有 box 红豆冰棒，但不是北海道红豆冰棒。我要找了，益美就好了，还北海道，真的。哎，益美的其实蛮好吃。你说益美的东西，我都觉得哎蛮不错哎，不错呢。最近有出草莓圣诞，你说益美的草莓圣诞吗？我记得最近那个我今天去全家，然后看到他出的那个双麒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武器是什么鬼东西的，看起来很酷。买不下手，会啦，吃的东西还好，吃的东西真的还好，要就赶快吃吃，不然以后没机会吃。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这个，哎、欸，终于买到了、欸，特制炒面，感觉应该也是、欸，我想吃炒面什么的。那石岛太郎那边哪里啊？这个吗？有点想知道石岛太郎在哪里。红生这样超像奶妈，你说到处给食物，然后救济那些困扰的人吗？没错，我也觉得。啊，标的就先不要。回去给他那个马红豆冰棒嘛，对。Shufuku Turtle， 我想在哪里啊？忘记了。哎，这什么？金盘。这个吗？指导太，哎呦。指导太郎在哪里？卡拉 OK Mickey， 听说这座很哭，你是说剧情会让人感动到哭，还是就是干好靠腰哦什么的？哪一种？指导太阳到底在哪里？而且 Foreshine 我也忘记在哪了。感动那一种，一定的吧？就等于是给大家一个童声为什么消失，然后就是他在这消失前做了什么的一个交代。
蓝神龙就粉丝像作品，我是粉丝我就一定买。哎呦，如果有藤原龙也十分，我觉得很难。应该一做就只有买一次的那个肖像权，那应该不会在其他座出现。这个照片拍完哦，龙拉面旁边也有。欸，金龙拉面旁边那个是就叫照 Foreshine 照片的那个。什么 Carabetto 什么 Zotenbori。小怪好强。时间可吃不得。我现在应该不是这个吧？因为这个现在变 grand 了呢。哎呦，心情爽快，把空皇。grand 是那个嘛？那个我记得是吾郎，就我们的真岛待的那个地方，对不对？Foreshine 是他之后去经营的那个 Kabakura 对不对？还是 Hostel Club 吧，忘了。干嘛？指令，请找出飞在天上的章鱼烧啊！难道大阪的章鱼烧会在天上飞？没错，如果你拍的照片拿给我看。好，很怪。我要点什么？他妈全点。酗酒酗爆。哦，他那间是 Sunshine 哦，啊 Foreshine 哎 ，Sunshine 之后是改名叫 Foreshine， 因为小雪继承那家店了，对不对？变成店长这样。我看超晕的哦，这个喝下去醉到不行，跑步会变这样，哎，完了，好醉哦，我们回本部啊、哦。好醉哦，撞来撞去怎么办？好醉，好醉哦！看，好了，不要喝酒了。电击棒。没垃圾桶丢过啊！啊！有没有被踹过？连踹你三脚，趁自己有多少斤两？呸！完了，又有了！看刚刚那群人才被打爆，你们都不会怕吗？一个打八个，啊！现在三个人就想挑战我。Wait.
時間食っちまう。いつでも、什么？不能进去吃。先强化个能力啊，体力上限，攻击力上限，攻击力提升，哇，好真哦！行，救急热血的精髓攻击，增加热血动作的威力，能装备的装备数量100000，脸部猛踢。增加反击威力，不倒，提升热血量表，增加区吸烟区，有罪攻击，挑衅所有人，提升餐饮店的回复效果，啊，无限制进食好欸，小蜘蛛升级。看，我们刚打了一堆任务，对不对？一下就没了。しばらく寝てろ。我们不能用赤木的点数来升级吗？对。2000，我现在22000哎，硬汉。哦，他是要点数，然后跟钱啦。哦，我们有钱还不够，还要点数哎。所以基本上是一定要解耶，是不是这样？但我想说它是二择一，如果你没钱用点数升这样。蒸馏。蒸馏。蒸馏。さすが蒸馏やな。奖金，哇，好多哦，好哎，十等就有奖金了。男人出500000，这是什么？蒸馏。金龙认识叫做松村的人吗？不知道，没听过。あのね，他在苍天屋当了快几十年万事通，也就是我们的大前辈呢。哦，毕竟是大城市，侦探或万事通想必多的是，他是其中的老字号吧？そうやね。没错哟，那个松村先生向我们提出委托，万事通委托万事通。松村先生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忙啊，人手不足的时候就会靠这种方式应付过去，就这样撑了几十年，哇，真是劳碌命。是啊呢，就是说啊，听说他从小无依无靠，是在育幼院长大的。巴卡米代，育幼院，叫什么来着？好像叫向日葵。完了，竟然是以前的同伴呢。向日葵，等一下回个讯息。咦，应该没错，是关东那边的设施哦。难道是我待过的那间向日葵？总之，如果有适合做体力活的人，他希望能借一下人手。接受吧。啊，你意外的有干劲呢，我对松村很感兴趣，要去哪里见他？岛府町西侧不是有一间狂野杰克斯吗？在那边碰头。原来是汉堡店，知道，我这就过去。Do again, do again, oh.
り愛は今俺のこと睨んだな。どうぞ。ヘイ、ドゥドゥルドゥドゥ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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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はしばらく寝てる。他叫万，东万。フラフラを叶えて、反撃のパンチを。時間くじ。ドロリドロ。なんか前に不屈だった予報通りの雨に、あやいやって。谁呀？あの。你是松村先生吗？赤木派我来。哦。哇，你就是啊、哦！不愧是苍天窟有名的万事通赤木。你正是我要找的人才，来来来，请坐，请坐。他竟然不认识我，我也是向日葵出生的呢。再次自我介绍，我叫松村，叫我进龙就好。啊，请多指教，进龙先生。你应该听说过，我当了很多年的万事通，只要有人委托，什么案子都接。这次我接了某间育幼院院长的委托。哦，育幼院的委托啊，这年头不管哪里的设施都很难经营，烦恼无穷无尽。听说你也是育幼院长大的哦。啊，我知道国中都待在关东一间叫做向日葵的育幼院，怎么了？爹，不，这个叫松村的名字和脸我都没印象。以年纪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向日葵了吗？不，就算不知道理由，也有说谎的可能。真怀念了，那间向日葵是一个叫做风间的人照料，我很崇拜他。那你风间，竟然知道老爹的事情，绝对没错。这个人也是来自那间向日葵。老实说，有些工作做起来我反而是吃亏的，哦、但从风间先生这个伟大的人身上获得的东西，让我想要回馈给别人。忍不住就会接下委托啊！我是不是有点耍帅过头了？爹，不，我能理解啊！谢谢你，感觉我们不像是第一次见面，也许吧。那么告诉我委托内容哦。哦，对哦。嗯，靖龙，我希望你不要惊讶，我想拜托你成为育幼院的院长，不要再给我们当育幼院院长啊！我们的弱点要多一个牵牛花，一个弱点还不够吗？你还要我怎样？干！什么？不然听到这个应该很吃惊吧？有一间育幼院叫做百鸟，院长年事已高啊，没有家人，他想尽快找到继承。爹，既然如此，为什么找我？即使有国家补助，百鸟的经营几乎都是靠志工。我也努力寻找过接手的人，但这个时代很难找到愿意承受这些辛劳的人。其实我曾提出要担任院长，但却遭到一口拒绝。对方说，怎么能把重要的机构交给万事通啊？哈哈，万事通的确是令人觉得可疑。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抱歉，我没办法接下这份工作。先别下的结论，若院长不喜欢你，这件事就作罢。啊，话是没错，但若是得到他的青睐，希望你能再考虑看看。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在形式上成为院长就好。哦，经营或资金周转之类的事情，全都交我来处理。哪有这么方便的事情呢、啊？只要有空的时候过去露个脸就好。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啊，这个吗？别说是多管闲事，我也认。但我跟他是多年的老交情，自己又是在育幼院长大，
只是没办法置身事外。哼，看来你是个烂好人，哈哈，确实是。总之，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下位院长，重新经营百鸟，不然孩子们将会沦落街头。我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Yeah. 你的想法很了不起，但我没有任何名义能借你用哦。只要你同意，这部分倒也不是没有什么方法，虽然可能算是不正当的手法，但透过万事屋的手段，文件总有办法处理的啊。知道了。其实我也是在幼儿园长大，跟你一样没办法置身事外。这样，谢谢你，进龙。对了。我听说是要做体力活才来的哦哦，这个今天约好要将物资送去机构哦。院长会到苍天窟来，我们约好在明日夜公园碰面。您说那个有很多街友的公园吗？我那个还行。抱歉，季龙，能麻烦你把那些物资搬过来、啊、就这样吗？那怎么可能？既然你也待过幼儿园，应该知道孩子们相处就是在比体力。哼，确实是这样。哎呦，很聊得来哦，这个支线。我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游戏其实还蛮真的还蛮满意的哦，只是主线剧情有一点点、哦、目前有一点点普通而已。啊，松村先生，嗨、拓海，你也一起来、欸？那当然了，我可不能错过见到松村先生的机会。哈哈，不是随时都能见到。我今天带了礼物过来，里面装了衣服和点心，谢谢。啊，抱歉，老师让你破费了。呀、yeah? ，别客气，这不算什么，我是在义卖会买，几乎都跟免费的差不多。院长才是，辛苦你来到，特地来到苍天窟啊。哪里哪里，老师让你过来就太不好意思了。咦，那位是？哦，哦，他叫靖龙，我正打算介绍给院长认识。よろしく頼む。初次见面，我叫靖龙。啊，你好啊。哦，对了，院长，关于先前谈的那件事，让靖龙担任下一任院长怎么样？咦？哼，嗯。ちょっと。怎么这么突然啊？我反对，怎么可以让今天突然冒出人的人，突然冒出来的人当院长啊？啊，拓海，听我说，院长已经上了年纪，靖龙正值壮。靖龙正值壮年，他在下一代说他得癌症，他正值壮年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盖好讽刺哦，他在期待外传角说，我就接下这个院长的职务，然后他说这个院长年事已高，他找了另外一个继承人，然后他在下一代又说哦我要死了 ，I'm dying， 干，好讽刺哦，你们懂这感觉吗？一个人快死了，找寻找继承人，那个继承人下可能过没几年又也要死了。哇、wow、哦！虽然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今后只要好好相处就可以了吧？哦、既然如此，松村先生来当院长不就好了吗？但院长似乎不同意这么做吧？为什么、啊、院长？松村先生不是一直都对我们很好吗？我有自己的考量。不就是因为院长非常顽固，百鸟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Yeah.拓海，你说的太过分了。可是，松村先生，这件事我可以回去再做考虑吗？哦，当然可以了。那么今天就先告辞了，谢谢你给的物资。我怎么刚百鸟院长的那个声音突然变了？他叫拓海吗？那孩子似乎很希望你能担任院长。啊，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差不多在念国中，所以在前去慰问时碰过几次面，他变得跟我很亲近。所以他的心意让我很高兴，但院长似乎不肯接受。哈哈，是啊，而且我最近刚开了公司，因为那边而忙不过来也是事实。你不是万事通吗？怎么又开公司？跟万事通不一样的公司吗？啊，那间事务所负责的处理不动产相关的繁杂事务。哦，虽然是一间小公司啊，但拓海之后也要在这边上班。哦，这样啊。拓海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房，似乎因此没办法在先前的公司待下去。只好回到百鸟，即使去找新工作，但这个社会对育幼院出身的人很严格，所以你才雇佣了他。院长真该信任你。哈哈，靖龙也帮我美言几句吧。那就先这样，下次可以再委托你们。啊，干，这样就50万可以拿，好爽啊！这个支线很赞哎，不止送物资跟慰问，不止送物资和慰问，竟然连孩子们的就业问题都包了，是不是？干好人呢？他说自己很崇拜风间老爹，老爹果然很了不起。是赤木啊？怎么了？靖龙工作结束了吗？是啊，松村先生呢？他已经走了，现在只有我一个。这样啊，那正好。这样，靖龙，你觉得松村先生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尽全力的支持着百鸟育幼院。他这么拼命，并不是出自善意哦。那个人打算夺取育幼院。什么？哎，阿水安安，感谢挂台。在那之后，我有一种奇妙的预感哎。虽然觉得也许只是职业病，但我立刻调查松村先生哦，结果发现松村先生不，松村的真面目，松村的真实身份是理债人，借由将债务一笔勾销的漂亮化，接近背负多重债务的人，
再靠三寸不烂之舌哄骗对方，夺走对方的土地房子。哎，他好会演哦！我刚刚真的也相信他了呢。他好会演哦。这就是所谓的李在。等等，松村说他希望我成为白鸟的院长，他只是辅助。原来如此啊！这次也是在表面上让靖龙担任院长，实际背地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处理财产了、啊。怎么会？那间育幼院的处境很危险，肯定被盯上了。如果变成松村的受害者，那就太悲惨了。所有财产都被夺走，连一毛钱都不会剩哦。确定吗？你觉得我会凭印象随便乱说吗？不过我希望你能亲自确认。哎，曾被松村欺骗过的街友都在皮沙门桥下，你可以去找他亲自问清楚哦。知道了。干，这个支线好赞哦！我反转呢，干，我原本以为他是好人呢。松村崇拜封建老爹这番话，难道是假的吗？总之必须确认清楚才行。干，我被骗了 ！Oh my god！ 哇、wow！当人生很顺利的时候，一定有坑。这也是跟我们讲的，就是你走正派的那条路不一定赚得了钱，但你做坏事真的基本上80%都有钱赚，就是很讽刺。我真的觉得人生很可怜，为什么那些坏人都不会受到制裁？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就在痛苦。真的是，ダメだね，ダメよ，ダメなのよ。Yo， 他看起来像那个功夫里面卖那个武功秘籍的那个人。你是谁啊？你认识松村吗？松村，那个松村吗？看你认识他、欸，我会这么惨，都是他害的。满口把债务一笔勾销的好听话，最后那家伙却抢走了所有的财产。能说的仔细一点吗？想起来就一肚子火。我家的育幼院设施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赶到走投无路的时候，那家伙找上了我。育幼设施，说什么交给他就能卖出高价。他根本从一开始就想彻底夺走我的房产。中村是披着人皮的恶魔，所以你才成为了街友。我还算好的，他做的事可不止这样。什么？他说会负责照顾流离失所的孩子们，让他们到自己的公司上班，装出伸出援手的模样。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无法离开松村的事务所，被迫为他做牛做马。这什么？苦了我可爱的孩子们了、啊。但是松村跟黑道似乎关系密切，被他盯上算是我倒霉吧。我的事情是没办法，被他的漂亮话给牵走，我有不对。总之，你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可以的话，拜托救救那些孩子。是说比起待在这个地方，你不如去投靠赤木吧。问问那边的街友们就知道了，只要向他说明情况，应该不会无视你哦。赤木哦，我听说过，谢谢你啊。该不会他就是新的那个吗？新的院长，你的上司就是经典。你说那个做很多坏事，然后就是赚很多钱的，干主管都这样了。主管很好了，真的就是没几个。怎么了，敬老？那位街友都跟我说了，他曾是育幼设施的经营者，却被松村夺走了一切。这样啊。听说松村也会接近无依无靠的老人，卷走对方的财产哦。我也大意了，没想到那个人私下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为什么至今都没有被拆穿了？像李在仁求助的人，也有着想多少赚一点的贪念啊，大概是利用这种心态，让受害者自己感到惭愧。再来就是拥有绝对不会泄密的优秀部下。松村的公司似乎雇佣了被他搞垮了设施的孩子，百鸟育幼院那个叫拓海的孩子非常仰慕松村，其他孩子肯定也是这样吧。该不会松村之所以盯上育幼院，或许是为了培养方便利用的部下。赤木，告诉我松村的事务所在哪里。稍等一下啊、哦，找到了，在昭福町南侧西九堡日升大楼，事务所叫做松村新产，事业内容是不动产相关啊，看来是用自己的公司处理抢来的土地房产，真是滴水不漏胶。你打算闯进去吧？狠狠的揍他一顿啊！这份工作本来就是体力活嘛。干，好赞哦！这个支线，我以为赤木就是纯粹就是帮别人打杂的，好棒哦！
那、啊、接下来在哪里？哎、欸，没有没有标示吗？招福挺西侧是不是？对。武义高中真需要东西。它叫出口，人生需要出口。今天怎么会有一个拐棍？莫名其妙在路上捡到一个拐棍。我问你们哦，就是不是那种有那种车祸吗？车祸事故，然后不是有人就是被车撞到，不然就是有发生冲突的时候，然后拿从车上拿下一个棒球棍，因为已经稀松平常了嘛，就大家都是拿棒球棍这样，哎、欸、干你们！啊，如果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拿的是一个拐棍，你会觉得？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笑吗？还是哎干、欸，好像很恐怖。就那种传统武术那个拐棍哦、喔，你开车撞他都是正当防，所以你会开车撞他。这就是松村的事务所，我可以撞他。OK， 好、oh, ，再见哦，小鬼。懂了吗？新来的，这里除了试和好的之外，没有其他答案。赶快向前辈明亮示象。在那之前，我们好好教育你的。哟，哪里？你是拓海？啊你哪位啊？不准随便进来。喂，回答我一个问题。这里的作风就是这样教训员工的吗？对啊，有意见吗？用身体继续教训本来就是最快的。我们有自己的规则。外人给老子闭嘴。黑道。人体工学，人体工学，人体工学。人体工学。喂，喂，新加坡啊！这些哈沙小操林呆干。你是那时候跟松村先生在一起的金龙先生、嗯、你进了松村的公司吧，为什么会落得这种下场、嗯、是我不好，我犯了不必要的错误还对他们顶嘴、哎、遭到这种程度的对待是不正常的，请不要将这张、请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松村先生、哎、我不想给他添麻烦、嗯、你为什么这么袒护他、嗯、因为他很疼我啊，像失去父母的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嗯、我不能仰慕他吗？哇，不好的猜测似乎猜中了，中村笼络育幼院的孩子们，将他们变成好用的部下。拓海，中村在哪里？你打算做什么啊？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中村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你若是打算对中村先生动手，我会替他挡下的。完了，大约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吧。当时我为了丰间老爹，随时都能豁出性命。曾经有人说，这叫做洗脑。知道了，你待在这边休息，或是去医院治疗，听到了吗？金龙先生。完了 ，PUA， 风间 PUA， motherfucker， 原来风间老爹是这样的人，居然让这种恶行在这个城市发生，是我疏忽了。你没必要，你没必要背负这么多。对了，你知道松村在哪里吗？他不在事务所。稍等一下，查到了，他是不是在明日夜公园？好，那为什么要去公园呢？要去欺负街友是不是他？
時間食っちゃう。哦，好痛哦！我差点要死嘞。有没有饮食店可以吃饭？我们去微笑汉堡，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微笑汉堡，把所有东西都吃光光，就可以顺便自霸微笑汉堡的品项。干，前面又有人，完了。干，害我多喝了一瓶，可恶！搞不好就因为那一瓶，我就不能全自霸。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就知道。いただきます。好吃。うまいな。よし、行くか。ありがとう。不要再骗人了，这个鸡巴人。嘿，俊龙先生是现代少有的正直之人啊。或许孩子们一开始会感到困惑，但他很快就会成为人人敬仰的院长。哦，他成为院长之后，一定会正视经营困难的问题啊。当然，他也有需要协助，但这方面有我经验，你不用担心了。嗯，俊龙和我一起重振百鸟幼儿园，怎么样？有哪里不妥吗？哦。这样啊，那么等一下。哦，嗨，基隆，我正要跟你说呢。跟我说，院长终于下定决心要让你成为百鸟的院长了。点点点点哦，你是第一次经营幼儿园吧？我懂你的不安，不过尽管放心，我会全权负责经营、管理等麻烦的杂物，然后夺走建筑和土地所有权，对吧？嗯，啊？你刚才说什么？呀，基隆，你突然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我应该说，应该说你很擅长才对吧，李在仁松村先生。李在仁，根据赤木的情报，我去见了你的受害者。那个男人曾经也是育幼设施的经营者，主要帮助他整理整合债务的你，抢走他所有财产，害他变成街友，现在他仍然痛恨着。你说什么？不，这是误会。我的确也有承揽整合债务的工作，但实际上这种工作未必能顺利完成。我当然试过了各种办法。遗憾的是，那个人最终仍然失去了财产。你说要我，你要是说我害的，我也没办法，我就退一步接受你的借口。但拓海呢？拓海，我去了你的事务所，刚到职的拓海受到了暴力对待。拓海吗？怎么会这样？拓海说是自己的错，还说不想给松村先生添麻烦。是啊，一定是拓海犯了什么错。听说你公司的员工全部来自育幼院哦。同时招来吧，松村。你之所以接近百鸟育幼院，是以李在仁身份盯上建筑和土地，还打算给自己增添部下吧？部下？什么意思？哼，调查的真仔细呢，金龙。哦，一切如你所说，小孩子涉世未深，只要对他们好一点，立刻就会摇着尾巴对我言听计从。哦，我就是这样利用依附着我的部下，进而扩大事业，不断壮大。怎么样啊？很聪明吧？竟然做出这种事！出身向日葵也是胡说的吗？也，那是真的。不如说，正因为是真的，
我才想出这种手法。什么？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长大的向日葵经营者叫做风间，他是一个黑道。那个男人十分聪明，利用育幼院创办者的头衔吸引旁人同情，自己下则培育能为自己牺牲性命的傀儡。所以在他人眼中，他们看到的风间就是这样。只要待在向日葵，我迟早也会变成傀儡。发觉这一点之后，我逃了出去。那你追寻的那个男人，追寻风间的背影，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还不懂吗？我的所作所为跟风间做过的事有哪里不一样？趁机笼络弱者，施以小惠让他们成为奴隶。我就是跟风间学的。你，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但我好像有点说的太多了。等一下，完了。靖龙，要恨就恨你自己爱多管闲事吧。要是不深入追究，你就不会死了。黑道，对，他也是黑道，对不对？哎，锤子，巨锤开扁。哎，我锤子呢？哦，好帅！罐子。锤子呢？我的锤子呢？哦，都死也可以。来了，锤烂你的头！干好爽，拿锤子锤烂他的头。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面。可恶！申し訳なかった。智龙，对不起，我真心道歉，可以原谅我吗？不行。事到如今，少说这些自私的话。听我说，我本来也不乐意这么做的，我也是受害者啊。我的双亲是被风间杀死的，我的双亲也是啊，不然呢？呀，我一直不知道真相，但某天我阴错阳差之下得知了真相，跑去质问风间，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伪善，风间什么也答不出来。我从育幼院夺门而出，从那天开始就一直憎恨着风间，就是因为被杀害双亲的凶手，我就是因为被杀害双亲的凶手抚养成人，才会走上歪路的。错的不是我，是风间。风间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是个伪善者，但是他投资在孩子们身上的爱，既不是伪善，也不是虚假的。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啊，你应该也曾经拥有过他的关爱，连这一点都不懂，就不准批评风间新太郎。可恶！你还是去监狱好好反省吧。那我剩下就拜托了，包在我身上哦。对了，松村事务所那些员工，靖龙先生，你可以告知那些员工，要他们来百鸟育幼院吗？什么？那些孩子的心需要修养，幸好我们育幼院多的就是空房间。院长，谢谢你，我才要向你道谢。那继承人选好了吗？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我也听到院长的提议了，我觉得是个好主意耶。虽然还有其他堆积如山的问题，但我会尽力协助的哟。拜托你了。传给拓海，
拓海这么笨，干他很容易被骗呢。无论展现出怎样的背影，终究还是看别人如何解读。如果风间老爹看到现在的我，他会说什么？你做的真烂，童生。还是你不值得这样啊，童生。那个50万其实赚的蛮辛苦。啊，要200万才能再升上去哦。共通能力50万开下去，感觉不错哦。这个好，缩短待机时间。天狗箱。应龙的，我们多升级一下。这基本的一定要学。OK， 再去接一个支线。这游戏。干，我怎么会想玩七日杀？其实这游戏真的蛮好玩的，玩又回到那个以前那个习惯人龙的感觉，真的好玩。哟，有没有新任务？蒸牛，蒸牛，助かったわ。好喂，30万。苍天窟的亡灵。50万，欸，好多哟，他超多的耶 ！Oh my fucking god！ 井上镇，好看，接这个。啊呢？欸，靖龙，你听过香龙会吧？你不是在城堡中的决胜过赢挑战过吗？香龙会第二代会长香田龙司的冒牌货。怎么了？虽然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真正的香田龙司似乎充满领袖魅力哦，相当有名的黑道。他企图进军东京的神室町，最后死了。不过至今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他已经死了。现在苍天窟流传的那位香田龙司回来的传闻呢？龙司？干，竟然是龙司的支线！我竟然接了一个这么重要的支线，好赞哦！无聊，只是借着死去名人的身世胡说八道吧。啊，我也这么认为，但不是有句话叫做无风不起浪吗？你觉得传闻是真的？这次的正题就是请你去确认真假。如果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家伙真的回到这个地方，也许会打破苍天窟的平衡呢。站在我的立场，必须先采取对策。原来如此，知道了，我接受这个任务。ほんまに？咦，这么干脆就接受，有点意外。刚好有兴趣而已。然后呢？要怎么确认？啊呢？我掌握到几个可信度很高的目击情报啊，麻烦你去追查真相。好，告诉我吧。首先是遇到30年前勒索我的小学生，又再次遭到勒索。你在说什么啊？你先听完再说啊！有个大叔在30年前被背书包的小学生勒索，这我知道。这个在林代的时候发生的支线。那个小学生身材高大，有180公分那么高哎，真高大。那个小学生就是香田龙司，从小就以不输给大人的高大身材出名哦。时隔30年，在路上碰巧遇到正着，又遭到勒索哎。龙司不会勒索人，他会，不是隔了30年吗？或许碰巧是长得很像吧。根据被勒索的大叔所言，那个男人留着金发，嘴角刀疤。金发加嘴角刀疤，哦，特征的确蛮符合。最重要的是，勒索犯本人就自称自己是香田龙司，那这就应该就不是真的了。这什么？是不是有点在意啊？真的有些在意。勒索犯的线索呢？受害的大叔说，他是在苍天窟大街东侧遇到的哦。犯人也许会重回现场，是吧？知道了，我去看看。干，怎么可能？我们已经被骗过一次，我们还在被骗第二次吗？干，这一定不是龙司啊！官方哪有可能给的这么干脆说龙司还活着？怎么可能？不要再骗我了！
真的还蛮喜欢龙师这个角色，可惜真的出场太早，然后他的设定有点小普通，然后甚至是跟他唯一有亲属关系那个人到现在也身影不见，不知道这个角色有多可怜。你们还记得侠三勋吗？给就是这些没有玩过人龙系列的玩家一个小剧透，就是侠三勋以前在二代基本上啊，已经是定位是就是我们一马不是在一代失去了由美吗？那他在二代遇到了另外一个新的真爱正宫啊，就是侠三勋，理应上应该要在一起的，结果哇，二代之后三代就说我要去美国了，然后就噗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此之后被神隐的女人，然后那个侠三勋的哥哥，亲生哥哥哦，就是我们的高达的御姬，酷不酷啊？我就是同母异父，所以就知道这个角色有多可惜。然后那个角色也是，他算是二代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反派，但他酷到就是不太像反派的，真的蛮酷的一个男人。然后最后决战是有人说他死了，然后也有人说他没有死啦，我是倾向于他没有死那一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在后面的代数出现过，可惜啦。成全派万岁，金箍哈，类似疑似龙师的家伙出现就在这附近吗？慢呢，干，听声音就不对哦，那位大叔。哦，原来不是哦。不是金发，还以为找到了耶。你在找人吗？大叔，不要随便跟我搭话。该不会在找金发油头的男人吧？你怎么知道？你要是知道些什么，就给我说出来。我只是听到了传闻啊。真可疑耶，竟然还敢隐瞒，我就用蛮力逼你开口。便利商店的玻璃被我打碎了，可恶，这个大叔是怎么样啊？你们在找香田龙司吗？是又怎样啊？为什么要找他？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但听说最近有个叫香田龙司的家伙在这里为所欲为，我打算教训他一顿。原来是小孩在抢地盘，看起来他不知道龙司是什么人。走吧，以后别 在这里撒野要懂得适可而止啊。你看，这边是你的地盘，然后被一个不是你地盘的一个大叔打包。香田龙司啊，完了，这声音完全不一样。哈哈，你在找我吗？啊？哪里？该不会？干，好丑！你是谁啊？哈哈哈，我就是你在找的香田龙司，请多多指教啊！ Yeah.看来白跑一趟了，再见。啊！遇到我还敢摆出这副看不起人的态度，我要让你以后听到我的名字就会吓到漏尿。他甚至没有名字。他穿的是 GTA SA 的衣服，你说那个啊 ，shit， here we go again 那个吗？喂，为什么要冒用龙司的名字？因为香田龙司是这个城市的传说，我想给自己增加威信。原来如此，不过对你而言，那个名字似乎太沉重。
但我自称香田龙司不只是这个原因。什么？完了，他女朋友是不是？再见了。只有逃跑的速度快得让人惊讶，跟龙司实在天差地。我是靖龙。江田龙司的传闻扑空了，只是个普通的小混混利用龙司的威名。嗯，我想也是。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就查到了一个新的传闻哦。告诉我吧。仙人跳，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美人计，最近常出现在街上哦。跟着性感女人的又引诱，毫不犹豫的走，就遇到可怕的男人。他自称是香田龙司。龙司参与仙人跳，那男人当然有着一头金发，听说还穿着长大衣，拿着日本刀。哎，说起香田龙司，这两样的特征跟显眼的金发一样是他的政治标记。哦，知道了，我也会查看看。虽然是我的委托，但你对这件事真积极呢。并没有。我要怎么见到那个男人？听说小姐会出现在招福亭南侧哦，先去那边接触看看吧。知道了。哎，太多混混了吧？大阪好不安哦。越听越假，就一定是啊！我觉得官方不可能把这个就是留白的东西直接跟你讲明白，说哎，这边真的有龙司出现。我觉得官方应该没那么笨，应该吧？那龙司就这样消失的是蛮浪漫的，没错。我的红色卡打掐，時間食っちまったな。ロードローラーだ。字幕说的仙人跳应该就是出现在这附近。要 ，Hello， 那边的小哥。完了，完全不性感了，马上就出现了。你说了什么吗？你在做什么啊？有空的话，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做愉快的事啊？愉快的事？好耶！你要让女生直接说出来吗？我最近跟男朋友分手，累积了不少，你懂吧？怎么？钱哦？给我钱？哦，累积了不少。对啊，累积了不少。怎么样啊？知道了，那好吧。呵呵呵，我喜欢上道的人。我们走吧。去哪里？那么会出现什么？干，童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边的脸蛮开心的，那个是童生开心的脸。我可以先去洗澡吗？那么待会见哦。请问是谁付钱？若是普通的仙人跳，应该就是这时候。来吧，呼！ふざけんなよ！哦，就是你这家伙碰了我香田龙司的女人吗？这家伙，你哪位？哦，你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吗？啊，想见血是吧？自称香田龙司齐之二，等下一定会有齐之三。亲爱的，我被这个男人强迫了。哦，诺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像你这样清纯的女人，竟然被带来这种地方，呸！哦，喂，先把钱包和手机交出来，听到没有？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啊？为什么要自称香田龙司？把理由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吧。嗯，你这家伙是怎样？可恶，那就是你最后的遗言了。恶子的男人。用桌子砸你。来，垃圾桶砸你。
还在拿花瓶粘。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砸？不用了，我用拳头直接把你揍烂。这家伙是什么怪物啊？咦咦！还真是清纯的女人。我再问一次，你为什么要冒充香田龙司？这个，完了又有新的情报是不是？我是靖龙，靖龙，香田龙司的传闻怎么样啊？又扑空了，我正要问他冒充身份的原因。这样啊，我找到了重要的情报，查出了香龙会的秘密基地。香龙会，他跑走了，有机可乘。该不会是一群自称香田龙司的人聚集的地方，就叫靖龙，香龙会吧？抱歉，继续说吧。你查到了香龙会的秘密基地，香龙会应该早就解散了吧？正确来说，是企图复兴香龙会与党门的秘密基地哦。真的吗？这不是传闻，而是情报。那个情报跟这个冒牌龙司有什么关联？得问问看才知道。知道了，在哪里？同人俱乐部，明日夜公园附近的第三比流间大楼的4楼。是情况可能会动粗，没关系吗？交给你做主。靖龙不是会无谓制造流血冲突的人，对吧？我正是这么打算。再见。再见。明日月公园附近的第三比流间大楼，这边超近的，南侧吗？我们已经在招福街招福亭的南侧。这是支线吗？是，这些都是支线。我今天觉得没有一个是主线，全部都是支线。然后顺带一提，这个游戏卖1190，超便宜。一个人龙作品，我觉得比他妈的维新级好玩的大概有20倍。但没办法，无可厚非。维新虽然他说他写级，但是我觉得级的力度不够大。就真的就是直接把以前的那个原汁原味搬回来，然后换个脸，就这样。这样就想骗我1790的钱，好过分哦！我觉得这外传真的做得不错。啊，你是谁？喂，看屁啊！喂，说要复兴香龙会的人就是你们吗？啊，这是在拽什么啊？哇！再问一次，说要复兴香龙会的人就是你们吗？找我有什么事？你是谁？哼，闯进别人的事务所，应该要自报姓名才对啊！我是香龙会第三任会长。我没见过你，我在第二代会长的时期跟你们算是有点交情。这样吧，我在第二代会长的时代尾声才结拜，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不好意思，请问你是谁啊？说赤木应该就会知道了吧？我是他派来的。啊，赤木派来的。我常常听说他的消息非常灵通啊，能查到这个地方，看来是不是浪得虚名。没错，蹩脚的谎言是没有用的，你最好注意自己的发言。哇，真可怕，真可怕！我一直打算去找一天伺候问候赤木小姐，毕竟我们现在是新来的。东家认识你们？哦，东家承认你们吗？不过我们接下来打算带几件伴手礼回去，这么一来，东家想必也不会否决。第二代会长香田龙司死在神室町，香龙会一度解散，因为当时东家发生了政变。但留下了我们从未忘记香龙会夺取天下的野心，随时谨记着第二代会长的夙愿。我们四散各地，隐忍了十几年啊，终于等到香龙会再次集结的时机。最近这个城市出现香田龙司还活着的传言，甚至有人冒用龙司的名字，而且不止一个。这些事跟你们有关吗？是啊，没错。我们重返这座城市之际，江田龙司的名字将会是无比强大的武器。但是第二代已经不在了，既然如此，我就要在这间城市种下江田龙司的幻影，所以才到处散播冒牌的龙司吗？没错，我要让江田龙司的名号响彻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接着，身为主体的我们第三代香龙会将会重返苍天窟。我的计划很聪明吧？这样，终明白了，你们是多么配不上香龙会的徽章。随便你们爱怎么复兴香龙会，这不关我的事。但是将死去的龙司捧上神坛，
进而利用他的名声替你们开路。我绝不允许，你绝不允许。哼，你是第二任的什么人啊？我是他老公啊，没事。爹，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他是我哥哥，严格来讲，以前一定要成为我的真正的义理上的哥哥了。知道了，我该说的也说完了，来解决另外一件事吧。刚才说过了吧，我打算找一天去问候赤木，到时候若不是带个伴手礼，可就失礼了。你的脑袋似乎不会是不错的伴手礼啊。当做一个警告，反抗香炉会就是这种下场。哼，有本事就试试看啊。再说那家伙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吓破胆，我试试看怎么知道。你们几个给我干掉他。 A 道，想开枪是不是？还有三条血。没按到，啊，太多拳了，太多拳了。离开这座城镇，请饶了我们！这种程度就投降了。看来香龙会的金字招牌对你们来说太沉重了。给我在今天之内滚出这座城市，而且不准再回来了。就这样。这样，那么事情就告一段落了。香田龙司全是香龙会派出来冒牌货，香龙会也并未复兴。辛苦你的靖龙。话说回来，你对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积极，为什么啊？香龙会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但无法忍受那家伙的名字因为勒索或仙人跳这类事情惹来骂名。那家伙是香田龙司，那家伙是指香田龙司，你认识他啊？你说呢？算了，总之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啊，有下一个工资再麻烦你啊，看我心情。龙司，是我多管闲事了吗？哼，同为名人真是辛苦了。干，他是惦记着龙司的耶。好啦，各位，我觉得我们晚上再继续玩好不好？因为我差不多要出门去买菜做饭了。先这样咯，晚上再继续开这个哦。感谢各位收看啊，晚上再见，拜拜。